熊院长致辞。今天大家齐聚一堂，到这里来庆祝、祝贺国民党党团司机长的交接。我想，我代表行政部门，首先要向司机长、国民党的党团负责人跟所有国民党的党团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。过去一个会期，对行政院很多的鞭策，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，我相信行政院都是会虚心的接受，因为这是宪政体制应该有的一个制度。我们为了争宪政体制，大家付出很多的心血，所以我常常跟所有内阁的阁员里边说，我们要有一个宪政体制，很健康的制度，很健康。